的心态啊，需要放纵。很多的事情不是你所预料的那样去发生的，但是你一定要适应调整。孩子来了，你作为母亲一定要承担起这份责任。可是呢，你并没有把自己心态从一个别人的妻子调整为一个孩子的母亲。刚才让我很诧异是说，你回答川的问题是说我带不了孩子，何等的理直气壮。你为什么不能尽快去调整自己呢？就如同你对待你丈夫的这种态度也是调整不过来，所以你无法尊重他，因为你觉得他没有用。这不是气话，这是你骨子里觉得。一切其实有你很大的责任。你现在对他所有的指责其实都是在把自己应该承担责任怪罪于他。所以呢，女孩你要把自己心态调整好。当你调整好自己心态之后，你会发现自己做得蛮过分的。不尊重另一方是婚姻当中的大忌。他做的很多努力是不错的，在我们看来很多男人做不到，又在外面挣钱还要做家务，而且呢孩子你又不带。要是我作为孩子的父亲来说的话，我觉得这是你做母亲最大的不合格之处，明白吗？包括对他的母亲你的婆婆来说，其实言谈举止当中你也不够的尊重。为什么人家好心好意过来帮你坐月子，然后坐完之后你就让人回去了？难道他们不想看到自己的孙子吗？同样也是要看到的，对不对？所以要多体谅对方，然后足够的尊重对方，我觉得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好不好？你也别拿出回贵阳这件事来说了，你也不是真心想回去，回去也解决不了问题。其实你要体谅他妻子，他在面对的快速的变化的时候心态上是有些问题的，你要多体谅，好不好？好，就这样。我觉得你们中间非常核心的一个点是在于，整场听你们讲述我都没有听到你们之间的感情和爱，所有的两个人的描述都像是一场交换。女士说了，我们家里提供房子，我们家里提供照顾孩子的支持，你就应该被我颐指气使。我一直在想，凭什么？是凭你们家经济条件好一点？婚姻中是凭这些吗？婚姻中凭的是心，即便我们要交换，交的是心，换的是爱，你们交换的就是我付出什么了，你就要回报给我需要的东西。而且婚姻中不存在我拿出物质多我就应该当老大。所以我觉得女方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因为自己做出了一些她不曾提供的婚姻中的付出就觉得自己了不起。婚姻中是平等的，唯一平的只有心。而先生其实虽然说他有不当的地方，你也挺奇怪的，你是个非常妄自菲薄的人。每个人在人生中都有低谷，难道我们在低谷的时候就要忍气吞声吗？他今天的颐指气使和你的唯唯诺诺没关系吗？不是说他把你踩在脚底下，你自己把自己都踩脚底下了。可能因为家里的生意对我的打击，我理解，我知道家里也出现一些情况，可能父母本身这边整个家里也是一团乱。但是即便是这样的时刻，我们做了丈夫做了父亲就是要扛起自己的天，甚至还要帮助父母。回贵阳，回贵阳和重庆有什么区别？重庆的房子租出去，拿着租金去贵阳租房子，日子就好过了吗？更难堪，他离开父母的身边，离开自己的家乡，更生气。所以你要做的是认认真真的面对生活，不要回避。即使我们在低谷，我们要抬起头做人。所以你们都需要调整，夫妻之间要贴心，同舟共济。